全军出击！防弹无声。嗯，我是防弹无声的烈火，全力与我一搏吧！中！好铁，100块。我以鲜血。你他妈不要！你有精神病是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这真厉害！看着我点儿啊！这给你引过来了，把他杀了来！哎呀，这扣能空了！是个石头人，左手弹去歪了，他像精神病似的，他不吃兵，他硬要追我。龙女是什么？龙女是打野，我是辅助，但是我实在是不想辅助。上把那队友你们也能知道，这都什么样？我实在是不想打得太生气，所以我就不下去了。我也不打我们家野，那就只能委屈这 ADC 了，没办法。寒冰很难受，那没招。那没招啊！回家吧，没有野了，对面野让我刷干净了。这不是凯隐也没东西刷了？哎呦！快回头！还行，可以接受，不亏。自己压野区，龙女刷，我刷对面的，我也不抢他野。去对面凯隐石头人的。
不碎哦，哼，哎呀，确实很碎哦，我说句实话。家野我一点没清，那边凯隐没打过几组野，他就打了第一波的野，然后他就再也没打过野。怎么的？你打不过他呀？他三级你打不过他呀？我说你去呀，这你怕啥呀？他还能把你杀了，他又打不过你。那凯隐四级，你五级你不敢跟他打呀？刷你家自己野，你留给我刷呀。峡谷先锋打了，下路有点难打啊，没事，我们一会儿再去。寒冰比较难受。把这落手杀了，完事我们回家出九头蛇。你怎么走的这么慢呢？你走快点啊！露馅了。
高的 life 吗？龙女大哪去了？连大都没有，我们俩咋杀他呀？哎呦我操！兄弟们，这个很难呐。嗨，啊，这没地方跑了呀。你们看看我们家这鲶鱼在这干啥呢？就是我们打团啊，人家就在那瞅着，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啥意思，就是很奇怪呀。我一
你们在干啥呢？他是中立，疯了。啊，那你倒上啊。放了鲨鱼，你咋不上呢？哎，伤害真他妈高。啊，你也没放出来，都打飞了。也应该能撑死，但是给我打飞了，我没撑着他。一个人玩游戏吗？你给龙女吃了呗。就塔姆像点人，兄弟，你说就整场游戏哪有像人的吧？就这四个玩意儿，这是个瞎的，这只会刷野，这不知道干哈呢，这也不知道干哈呢，就不知道干啥呢，就很奇怪。哪有像人的吧？我一时间不知道到底我玩的是瞎子还是他玩的是瞎子。有队友吗？使劲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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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你倒霉。哎呀，没有查克拉了。人呢？
我们这边打的都热火朝天的，你瞅瞅人家，你瞅瞅瞅人家，看着没，兄弟们，我，哎呀，就我们这边打的热火朝天的，人家直接走了，你不知道啥意思，就是你，哎呦，不知道要干啥，奇怪。这是一波三打五，对面全 AD。我得要个蓝。来，我们俩打，把大龙打了。你干啥呢？不是，那你到底杀不杀他呀？你跟他在那画圈呢？神龙不可禁锢，这叫拉扯。行，我被拉扯了。黑贴吧，往哪儿跑呢？你说我这波啊，我这波一开始能跟凯因打，但是那波比搁后头呢，我不太敢跟他打，他跳出来我就死了，他伤害挺高了，所以我先走的，我没太想跟他打。射他干啥呀？你射着他了，我们也杀不了啊。
还反啥呀？别他妈往前走了，过来把龙打了吧！让我打把上单下一把行不行？真愁人呐！本来想挑战一手自己，我寻思第一把玩个阿卡丽，第二把玩个船长，这家没有像人的玩了呢。这第三把就开始辅助，我辅助我还不想辅助，我这辅助又完了呢。下把我必须得来个1v5的英雄。塔姆干啥呢？还好这是龙女是吧，还能会玩点。啊，摸眼儿了呀！这波比疯了是吧？就 A 我呀！哎呀，我这瞎的！算了，不重要。下一把你们打野必拉，我必须得来把上单，我得来个1v5的英雄。